有一幕是有一场戏是他拿那个入学通知单给我，亲了他一下。你是真亲还是假亲？你为什么可以亲他？不行，你要回我两次，而且你要捧着我的脸。哎，这是我相信，因为我之前拍完戏之后有去月姐家玩，然后不理你，小孩子踹我，踹我两下，走过来踹我两下，我要走。女儿。上次在宣传的时候做测验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儿子生日的时候你送他什么礼物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送他礼物。”然后修就回答说：“特斯拉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然后修还帮我解围，我送的。我说：“哦，爸爸真大方。”然后我一直到昨天播出，啊，是我送的，我忘了。然后就昨天，哎，第四集播完之后，就超多人，超多影迷在底下问说：“姐，你还需要儿子或是女儿吗？”比如说我送他特斯拉的时候，他这样，哼，就是我没有，他就有车子。然后，对，他本来跟我手牵手一起看，然后就把手抽走了。我说，现实中满十八岁送他们一张入场券啊，搬出去的入场券。买一间，没有啦，是已经有预备。现在比如说国外那两间，他们长大之后就直接过给他们这样。对，就看他们自己要选，要去日本还是要去美国这样。他会吃他的？会，就有一幕是有一场戏是他拿那个入学通知单给我，亲了他一下。你是真亲还是假亲？你为什么可以亲他？不行，你要回我两次，而且你要捧着我的脸。哎，这是我相信，因为我之前。拍完戏之后有去月姐家玩，然后，小孩子踹我，踹我两下，走过来踹我两下，我要走。女儿，蓄意的。那你怎么跟他那个？你在他们家的时候没有？我现在才连接起来，我当下以为在跟我玩。那他们就真的跟向杰如就比较好，嗯，因为向杰如，嗯，对，有，因为杰如是那个幼保科的，很会带小孩，哦，对。女儿很会吃，超级会。有时候，比如说，欸，去露营的时候，只是跟别人家小孩玩，你有什么跟他玩？你不可以，你是我妈妈。然后在路上，如果有人说要拍照，不可以，你是我妈妈，你不可以跟别人拍照。哇，好爱你，是开心的吗？有点沉重。这是一个勤劳的女儿。